2014年12月21号，大型英语公益讲座活动 Idea Exchange 在深圳福田会堂举行。活动吸引了超过700多名来自社会各界的企业精英和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年轻人。分享嘉宾有来自美国的 Shaman Tui， 他曾带领2家公司上市，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讲师。有澳大利亚籍华人 K Wong， 他在多个国家生活，有着丰富的生活经历。Farsum 的创始人 Kevin Zhou 也来到了活动现场，为在座的朋友讲述了他对中国创造力的理解。他分享活动今年已经举办了8次，活动得到了福田区委的大力支持，同时给热爱英语、喜欢交流的深圳年轻人提供了一个自由分享和交流的平台。